我们制作金钟奖颁奖典礼8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。我们从后台走到前台来领奖，我要把这个奖献给此刻正在制作金钟奖颁奖典礼每个角落的伙伴们。这个奖是你们的，非常谢谢三立电视张荣华董事长、高明慧总经理，还有淑娟姐。谢谢你们支持，我们才能够一直做好节目。我参加不是不礼貌，而是我们真的在当工作人员。对不起。超时了，你还是要上班。谢谢三立电视的张荣华董事长，还有我们最美的高明慧总经理。他的是意志及实境节目奖，我们来看一下入围的有。意志及实境节目奖入围的有 Top Dog 回家、百誉数码创意股份有限公司、爱迪斯传播股份有限公司、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欢迎全国的好朋友，一字千金比武大会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，全能制作股份有限公司。终于看到北大武的云海了。上山下海过一夜之极岛台湾，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前面看到闪光三秒，滚石摘星号出发！滚石摘星号，让滚石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。青春的时光，会中暑！哇塞，我快！奇霸哈林小队，好看娱乐制作股份有限公司，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第59届意志及实境节目奖得奖的是谁？这上山下海过一夜之极岛台湾，恭喜恭喜！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有着许多难得一见的美，透过本节目跟随主持群的脚步，以多机位高规格的方式拍摄，呈现优质的节目画面，也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台湾的山海之美。大家好，我们制作金钟奖颁奖典礼8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。我们从后台走到前台来领奖，我要把这个奖献给此刻正在制作金钟奖颁奖典礼每个角落的伙伴们。这个奖是你们的，非常谢谢三立电视张荣华董事长、高明慧总经理，还有淑娟姐，谢谢你们支持，我们才能够一直做好节目。好，因为我要控时，所以我要赶快把讲话的机会让给我的团队们。艾贝，哇！啊！加油！加油！我真的非常感动跟感谢，可以就是参加这个节目，因为以前我是不敢说话、非常害羞的女孩子，但是现在我竟然可以因为主持人的身份，然后站在这边跟大家一起，我真的很感谢三立电视台还有我们的节目，谢谢，谢谢。借我摸一下，好爽啊！金钟敲响，上台领奖。我们从台湾的百岳爬到台湾的百岳最高点，今天终于来到电视的最高点——金钟奖。太感谢三立，还有感谢金钟奖评审们，还有我们最坚强的团队们。我们流血流汗流出来了，哈啦，就是狂。也太好哭了吧！我们拿奖了！我觉得此时此刻真的像我们在爬山一样，我们终于在那山顶，谢谢大家！我们走过台湾20几座百岳，200多个秘境，我们终于拿到这个奖，
真的很谢谢大家，谢谢评审看到我们，我们终于，我穿这样不是不礼貌，而是我们真的在当工作人员，对不起。开始了，你还是要上班。谢谢三立电视的张龙华董事长，还有我们最美的高明慧总经理，没有你们没有这个节目，谢谢淑萱姐，谢谢梅姐。哦，对不起，超时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